你想吃啥？叫阿强来叫我。你想吃啥？我时间到了，你太小心了。阿强，越玩越强耶！你怎么跑了？哦，那阿强你嘛拜读出来啊！好了，就是他车盖当胜啦。哎呦，你不要再走了啊！你回来呀、啊！哎、欸，嫂、啊，你来前面，你来前面。欸、小，你先讲好，你不能跳钢管哦。不会啦，不会啦。你脱掉也没啥小好看。绑起来，绑起来！你塞车呢？没告诉你要塞车。这是什么膜啊？哦，芝麻。熊熊想，看得到吗？这是几？这是几？看不到。确定吗？好 ，OK， 好了，来嫂，麻烦你换位置好不好？来嫂，你换位置，你换位置，你不要坐这边。哎、欸，你先搬好，你不要跌倒啊！来来来，这个游戏非常简单，哈、哦，哎、欸，那个老公哈、哦、要去找老婆，他只能用摸的，对，老婆不能出任何声音。但是呢，哈、哦，有一点，我给你仁慈一点，强哥，谁叫你不第一个？你等了以后都没声音，我跟你说。哎，来，那个嫂子，你随便换一个位置。哎，对，随便换一个位置哦。好，啊，你要大喊哦，老公，我爱你，快来找我。你要喊啦、啊！一喊不出来啊！完蛋了，都没给嫂子爱哦，我一定要画尾出来。要画尾出来。别火啦！别火！我爱不爱他啦？你可以摸，你可以摸，摸到拢啥意思？啥意思？你也当我陪摸，你青菜摸拢会使。我们刚刚等，我们刚刚有大风吹了哦，每个人都有换位置了哦，你确定了？不要乱摸哦，不然宰戏哦。那要怎么找？又不能乱摸。可以摸的再摸。我跟你讲，不是的，你赶快闪哦！这个没有闪，一定不是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个肉太多了。这个嘞，来看，你蒙不了。哦，这个嘞，那黑醉了。这个地方行啊。啊，是吗？啊，无这个，无这个，过来，你摸一个。你别摸唔着啦！我摸的手无遐少。哎呦，我无看到。啊，我定定咧摸，我怎唔知？哎呦，这唔是啊，这找你。你拿手，你拿钱。摸这个。啊，这嘛唔是啊。啊，这嘛是低咧倒去啊。台湾哪像咱平常心讲啦，过五分钟以内，你若搁找无恁宝，我看哦、喔，你卖等伊啊。这个应该是四的。你确定？你确定？你确定？带去多条。你要不要考虑看看？再给你摸一次。我跟你讲，摸手还不大准，还在摸头，这样才标准。不行啊，摸头发型就摸出来了啦。没有，那不一定。喂，那我没梦。阿强啊，今天不是。啊，这个，这个吗？我摸一下头。那个是不是？重点是不是？我要摸看他。不行，就这样了，就这样了，是不是？哦，这个很困难的。
讲实在话，这样子很困难。如果说要找老婆，绝对很困难，因为你要全身摸才很准。靠住！哦，要摸一个手，怎么可能会感觉出来？那你刚刚都知道说老婆体温没那么高了吗？对啊，我刚刚讲。那我刚刚有没有摸到摸过我老婆？啊？我刚刚有没有摸过？有，其中一个。有吗？有，其中一个。好，那我来确认，再摸一次手。啊？好，再摸一次手。好，再摸一次手。这个。是吧？这个确定？应该是。那我进不来了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他以为他是我侄子，但是哦，我跟你讲，当然我们确认一定是摸起来比较细的，对啊，表示说对老婆。他真以为啊。阿强，我你。